你终于出来了，哥呀，哥，真的好想你，跟个小鬼一样，哥。 就这家伙，还不赖吗？你。 这种感觉，哥，你这么多年在里边受的罪，都是为了我。你那疤。 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音乐了，哥，你懂音乐？跟谁学的？一个琴师。来，今天咱们俩想喝多少就喝多少。哎，
陈连长，你好。 美联社记者Jason 你看就像老兵，什么老兵不老兵的？炊事员，喊你修个刀把子吧。你说你没的木头的，结果搞些木头来开这些，真是。修刀柄，杀人。 可菩萨普渡众生，你说我干哪个？乱球说。鲁班，收起来，手多少次了？你收起来吗？连长，他也会保佑你的，真的。菩萨也会保佑我们每一个人的。我收起来。 这他妈在打仗！
团长，你滥杀俘虏，已经被军法论处了。已经。你好，我是王鲁祥。团长，这些女人，别女人，女人的，人家是艺术家。 过来，人家是为了仰慕咱们，才冒着生命危险到这儿来感受血色浪漫的。我命令你啊，护送他们去高城。第五军前几天拿下了高城，他们打算在那儿办一个新年音乐会。我得留下来守城。他们是这个残酷世界里最美的颜色。 怎么了？你怀孕了？刘亮，跟我走一趟。是，其他人在此警戒。 石亮，去跟纳尔说，在这里休息。是。你这都几个月了，都这样了，喝什么凉水？胡来！来，韩雪，给弄点热水去。 笑什么呢你？赵赵，你以为你脸干净啊？啊！我和你一块儿去。哎，你们这有热水吗？给我吧。 连长。 干什么呢？哎，连长看女人眼神不对劲，别想，哎，就是不对劲。哎呀，你个兔崽子，连长想法很多啊！我有什么想法？滚！哎，虎子过来。
牛逼啊！蜜儿，你还真以为是你弹的呢？来了，咱委屈你了。咱们连长啊，以前可是音乐家呢，就是个街头卖艺的。听着这音乐，我好像看见了菩萨。 连长，你看你这个脸型，也该喷女人啊！你个小鸡巴猴，站好去！哎，我家可是有女人等着呢。我们是瓦庆，你还以为？哎，你还喷过女人啊？我看你才是小鸡巴猴！哎，你还这么嘚瑟？这儿来。 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放下！ 把里面的人放了，不然就宰了你。把我的弟兄们放了，让他们走。 再不走，就让你们的长官见阎了。 送客了，还不走？走。
你们离不开这儿的，有你在，不担心。够狠的，兄弟，不再是五年前那个穷弹琴的了。还活着，咱们又重逢了。 兄弟，石亮，把他绑起来。。哥回来接你。 让你的人闪开。退后，我叫你们退后都听不懂吧？ 大哥，哎，帮忙挠个痒好不好？脑袋上好痒好痒，快快，就挠一下。这要走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腿软，走不动了。给点吃的吧。啊啊！给点俘虏，给点俘虏啊！不给吃，不给喝，也不给挠。 闭嘴！别！大哥，脾气这么大，说句话都不行。有本事啊，就别当俘虏。我要是你，死都不会当俘虏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当俘虏吗？ 尿急，真的，快出来了，快出来了！嗯，快快快快快，尿出来了，尿出来了，快快！啊！操，尿这么长。
兄弟，5年不见，长脾气了。哎，快点跟上啊！哦，来了。我说，那么多美女，你好有艳福啊！ 念完了，念完了。铁金，我数到三，跟哥走吧。 走好！救命！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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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妈的，想死也去死！你干嘛给我一棍子？你把我镜子弄碎了。你赖我？怎么能赖我呢？就是你，就是你们这帮狗日的！ 你为什么不跑啊？这纹身真难看。 什么意思？这是我奉够了10年，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。那要分对谁？ 是啊，喂，5年不见，就这么招待你哥啊？陈连长，我们一下子多了这几口子人，慢慢吞吞的，要什么时候才能走到高城啊？而且连食物都不够了。 都听着，我们的政策优待俘虏，只要你们真心悔过，就把你们都释放了。那要是我不悔过呢？后果。 自负，该不会是杀了我吧？不要逼我，那你杀了我吧。 我再说一遍，真心悔过的，立刻释放！操！我成全你。 你就不能老实点儿，忍一次怂？这是原则问题，没有怂不怂一说。我的信仰和你的信仰一样值得尊重。来，给个痛快吧，兄弟。 战场上没有兄弟，只有战士。<笑>
以为你死了，都活着，快跑吧！数到三，一起跑！我有命在身，必须一个都不能少的到达高城。什么命？高城送命去吧！跟哥走，荣华富贵不敢说。 绝对不愁吃不愁穿，我已经不是5年前的小弟，你永远都是我小弟。快跑吧！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半步。 别再跟着我了！你兄弟已经死了，你他妈是人吗你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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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你拿手的，来。
我就知道你会来，一个都不能少吗？你这条疯狗！疯狗！说得好，姑娘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 一个关于疯狗的故事。当年有两只流浪狗，他们在肮脏浮华的都市流浪着，虽然贫穷，但是很快活。直到有一天，其中一只狗为了它的同伴，被关进牢笼里，每天。 被强迫着跟一些恐怖的疯狗关在一起，一转眼就过了10年，10年呐，它真的变成了一条狗。 兄弟变成了人，那疯狗高兴啊，因为只要那个人好，他受的罪根本无所谓，都值得，都值得。可现在，那个人却要去。 城送死，那不是什么狗城，那就是一个断头城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怎么说？他就是听不明白。哥会害他吗？啊？他已经死了。
撤离命令，死守高城。如何守得住？军令如山倒，执行命令。是。报告军长，陈铁金护送艺术家一行九人已到达高城。军长，我可以回我的团了吗？ 你的团已经不存在了。那我该做什么？我命令你，护送这些艺术家撤离高城。撤离高城？对。他们可都是昼夜行军，为了今晚的演出啊。你觉得这个地方还需要音乐吗？撤到哪里去？越远越好。总之， 立刻撤离高城。可是您刚刚下达了死守高城的命令，不包括你和这些艺术家，好好保护他们。这怎么不出？ 刚接到命令，情况有变，马上撤离出城，放弃所有的辎重，只带粮食和水。都什么？
连长，让大家演完了再走吧。让我们演完吧。对啊，是啊，连长，让我们演完再走吧。就是啊，一路上这么辛苦。可你们没有钢琴师啊？这不可能。 各位，今年音乐会现在开始。 Thank you.
龙门，哎，你带他们三个先走。李夏，你跟我走。是。 把这换上，拿着。这娘俩交给你了。要是有什么意外，我回来找你。连长，你没有权利这么做。这是命令。你要是从这里走出去，我毙了你。让我和你们一起走吧。干什么呢？哎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！我在这儿，就是搜一下。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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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个都不能少。你杀了我的兄弟们！你说过，战场上只有战士没兄弟。 死的都死光了，可以跟哥回家了吧？一、二。
哥！大夫，大夫，你那书单。